哟。这个字念鹅，鹅房宫它原来只是台中北屯黄昏市场里的一个小小的摊位，那在台中餐饮界传奇人物 Tolo桑努力之下呢，鹅房宫旗舰店来到了台中美食的一级战区南屯的公益路上。我想糅合日本料理中最高档的料亭还有最庶民的屋台两种的风格呢，给这次喜欢和食的饕客一种全新的空间，绝妙的味道，它这两种互相结合的体验。我是新和风戴尔设计朱志峰，我是鹅房宫Tolo桑张志妮。新和风主义空间，台湾魂日式料理，いただきます。在台中美食荟萃的公益路上，一栋日本江户时代风格的木建筑，门口矗立着一座驿站立招，迎接四方食客，既气派非凡，又显内敛含韵。自地自建的鹅房宫外观朱色赋予它颇具禅意的日式庭园美感，在内外交接处的原侧廊道用一种蜿蜒迂回的动线铺陈，让食客随着步履轻踏寻竹转进，心境也会随之转变，触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念想。进入屋内仿佛穿越时空，来到德川幕府年代，从日式灯笼暖帘到木格栅窗，俯仰之间尽是江户风情。占地200平的鹅房宫旗舰店，柔和日式屋台与相扑立式图表两种意象的方形板前居中正落，超大片的圆切块木卡布里台让人食欲蠢动，两侧墙上布满画风趣味活泼的年轻版浮世绘，很适合当打卡自拍的背景。九大服务相扑力士手拿各式各样的食材，传达职人食与食的料理精神。空间很宽敞，光影自然营造出沉稳舒适感，难怪从年初试营运至今，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十家饕客新和风空间设计爱好者争相造访的圣地。我们是该来尝尝他的手艺，来，朱 Sir。哎，谢谢。料理长那么辛苦啊，谢谢。新鲜美味。里面真的有一个非常棒的主厨。朱 Sir， 其实鹅房宫光从外面经过，他就已经会对经过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既然是日本料理，他就觉得哎，做个驿站，那么让经过的人能够在这边休息，用美食。所以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江户时期的那样子的一个立招，立招对，做立式招牌，然后作为一个很主要的一个 symbol。OK， 听说第一次跟Tolo桑见面是在他市场里面的那个鹅房宫，对，在一点利的菜市场里面，我也有去耶，真的吗？那边用餐的感觉有够自在的，对，很特别。毕竟是一个传统的市场嘛，那人声鼎沸，它原本是个摊贩，那如何从摊贩的一个 level？那拉到一个比较像餐厅的一个 level， 然后那些客人还愿意为了他的成长而跟着他走，嗯，这是我们当初思考的一个重点。一开始的时候，你大概有跟我聊到，你是希望把
江户时期那种很高档的感觉，嗯，跟庶民的屋台做结合。屋台就是可以做摊贩的料理嘛，它可能可以做拉面，它可以做串烧，它可以做寿司，比较庶民美食。庶民美食，高端的日本料理，它通常就是江户前寿司。那希望把江户前寿司职人跟我们面对面对决的那样子的一个场所，又有稍微庶民的感觉，又有稍微贵族的感觉，这样子的一个很混杂的心情，其实就是我们设计师最难去拿捏的一个地方。很好，因为我觉得我完全无缝接轨的，就可以从一点力是来到了公益路的鹅房宫。那么从一点力那样子一个很传统的庶民的感觉，我想要慢慢把它拉到江户前的感觉的话，我希望在那边传统市场用惯餐的人，他那个空间的感觉其实可以顺势的带过来，但是带过来呢，它却变成了升级版。对，它有了厕所，它有了空调，而且它还有了这么棒的材质。嗯，这整块是台湾块木 Hinoki 的桌板，是非常奢侈的，很长。目前国内我可能还找不到类似这么奢侈的三大块的台湾块木的这么长的一个吧台。其实吃寿司它本身就是一个职人跟美食家的一个对决的一个动作。对，那职人将他一生所学的手艺，美食家接过来的寿司，尝到了第一口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职人跟一个美食家的对决。我想到的就是香扑舞台，这样是一个方形的一个舞台，我们称它为一个图表。图表，因为我希望它就是一个舞台。对，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最专注的两个人正在对决，所以我就希望说，哎，它既能结合舞台，又能结合相扑力士的图表的一个竞技场，就是这个鹅房宫未来的一个竞技场，这是我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不管你有没有注意，但我来分享给大家，我来这边三四次了吧，我对于这边的壁画，每一次看，每一次都会觉得很有趣。我这样讲哦，我很爱在那边拍照打卡上传，因为效果都超级好，你知道吗？因为只有浮世绘的话，它毕竟还是日本的东西。对，但是它没有鹅房宫的精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看到那边了吗？哦，那个戴眼镜，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对 ，Polo 上的本尊，本尊对不对？也出现在画里，对不对？是，还有一尊他的夫人。哦。有意思的可能是把日本的相扑力士，把他的食材，把他自己，对，跟他最爱的人都放在这个空间，把整个家族都环环相扣起来了，真的很欢迎大家常常来坐坐。那我真的是要谢谢我们朱社，我们两个绞尽脑汁，希望如何把一点力的鹅房宫这个传奇搬到公益路。很多不管国外的观光客或者我们在地的老饕来到公益路看到这一个建筑物的时候，那个当下都是感动的。坚持一份朴实，那这也是我们当初我们鹅房宫的信念。